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六七六页，六七六页第三行。佛法生神，佛法生者，三宝也。小本曰：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一句文，它含的意思深广无尽，一切佛法的密要啊、秘密、精要，就是三宝。三宝大家都懂得，这个三宝是一切佛法的密钥啊，知道的人不多啊。那为什么说它是密钥呢？佛门有一句谚语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佛法两个字怎么讲？先要把这个搞清楚。法就是万法，就是一切法。佛是绝对意思，对于一切法真正觉悟、真正明了啊，这就叫一切法啊。所以一切法了，不出佛法身。这三桩事情就把一切法统一起来了。佛是一切诸佛之所证，一切诸佛之所觉，所证所觉的就是这个法。那所谓众生呢？众生对这个法呢，他迷，他不觉。啊，于一切法迷而不觉，这叫众生。那么佛法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觉，帮助一切众生觉了一切诸法的真相，这就叫佛法。啊，谁在干呢？僧在干。僧是修学佛法的人。啊，僧这个字，现在人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其实那是不圆满的。僧包括在家出家，只要是学佛的都叫做僧。啊，李炳南老居士自己称僧。啊，还有很多些老居士，他称半僧，他是半个僧，这个都是分别执着还没了，怎么是半个僧？哪有半个的道理呢？他认为僧出家人，我是半个出家人，啊，头没剃，啊，是这个意思，啊，去僧团，六合僧团。他包括在家居士，包括居士林，包括莲社，啊，那都叫做僧团。四个人在一块修行，纵然是你的家庭，
家庭有四个人念阿弥陀佛修六合经，这个家庭就是僧团啊，这都懂啊，不懂不行啊。所以佛法深深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自自然然就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怎么念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括了，佛法僧都在其中，一切诸佛如来所证之法，一切诸菩萨所修之法，都没有离开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总纲领、总原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你知道之后，才知道这个名号真正不可思议。啊，诸佛如来赞叹名号不可思议，我们只看到这四个字，四个字里头的深奥的意义我们不懂。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懂了，你就会真的干了。你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把它放过。啊，为什么呢？这是无量无边无尽的功德密藏啊！你念一声就是真修啊，这还得了啊？世间没有比这个再宝贵的了。我们看这句佛号要看跟空气一样啊，不能一分钟不呼吸空气，不能一分钟不念阿弥陀佛了。念阿弥陀佛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人，最有智慧的人，诸佛尊敬赞叹，能不干吗？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的使命没有别的，就这么一桩事情，把阿弥陀佛名的名号功德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大家都知道。只有这么一桩事情啊！啊，我们有这种心，为正法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所有服务项目里面，这是第一个项目，最重要的项目。啊，可惜很多人不知道，把它疏忽。啊，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夏莲居居士提出这个会议本，将五种原译本里头的精华一字不漏啊，全都汇集在这个本子里头。这一本经是经宗第一经，九种版本里头的第一本啊，又得到黄念祖老居士提供这样丰富的学习资料193部书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我们有缘见到了，我们除了感恩之外，无量的欢喜赞叹啊！末法众生有福啊，没有福你怎么遇到？谁给你做这个工作？啊，这两桩事情做好了，我们有特别的缘分，就
就集成过来了。啊，弘扬光大，那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啊，张云虽然多，我们有信心，我们有毅力，我们有智慧，都能突破。啊，让这个大法流通全世界。啊，敬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法运，常住世界，帮助众生觉悟，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啊，生到净土就成佛了，啊，就证得大般涅槃。这是自然真正懂得了，搞清楚搞明白，他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就净念相继，这毒舌六根净念相继，他真做到了。波罗蜜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道彼岸，啊，或者翻为度无极，简略度，或者是四究竟，究竟圆满，就叫做波罗蜜。啊，道彼岸，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到家了。就这个意思。啊，印度人称波罗蜜，道家就是你做的最好。啊，你炒菜，菜炒的最好吃，那到家了，功夫到家了。啊，印度人称波罗蜜。无论你干哪个行业，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做到尽善尽美都叫做波罗蜜。啊，这个地方是用在修行上，用在断烦恼上，确确实实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通放下了。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断了，这叫道家了，叫波罗蜜。一菩萨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于化他之事，这叫事究竟。参考资料的时候有大行，啊，佛光大字典里。行业广大之意，啊，行是行为，业是造作，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叫做业行，啊，行业，啊，叫行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都是帮助众生的圆成佛道，这是波罗蜜啊，这就叫大行啊。知菩萨之修行，菩萨为求佛果菩提，
这个我们要学。我们今天在世间不搞别的，只求佛果菩提。佛果菩提就是成佛，菩提是觉悟。像过去、现在一切诸佛一样，啊，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通，没有一法不明了的，啊，我要像他一样，这是诸佛菩萨最欢喜的，啊，最欢迎的。是乃发大誓愿，历经三七百劫，三七是三大阿僧祇劫，菩萨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成佛了。后头还有百劫，百劫是什么？百劫专修相好。为什么？相好能摄受众生。如果佛相貌不好，人家看到掉头就去了，那谁愿意跟他学啊？佛的相貌好，不想学佛的人看到这个相也想亲近他，啊，也舍不得离开他。所以相好是一种手段，啊，相好是善因修的，善因善果啊。啊，昨天陈佳丽在问我，这电影明星啊，都想相貌好啊，啊，花几万、几十万买化妆品，啊，能不能把化妆好呢？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的相好，一定要记住。中国古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看相的都知道，看相算命的，他们都常说，相由心转，都懂得这个道理。啊，相由心转，佛法里面讲的是。”有心生，意思完全相同。佛法的色就是相，今天讲的物质现象。我们人体是物质现象，所有物质现象都受念头的影响。我们念头善，相貌就善；念头不善，相貌就不善。啊，人很慈悲，很和蔼，你看他面孔面相上一团和气，欢欢喜喜。人要是发脾气，看他相很凶、很恶、很可怕，哦，不是有杀气。啊，这是平常啊，你只稍稍留意，你就能发现了。啊，心地清净，相貌清秀。啊，心地喜悦就满面笑容，心地有怨恨，相貌就很难看。啊，要有严重的嗔恨心，那就带着杀气。哎，你总想远离他，啊，不要接触他的磁场。啊，那么由此可知，你要身体好，相貌好。你要有好心，你要有好的行为，肯定他就转了。啊，多久能看出来呢？三个月就看出来，就不一样。半年效果就卓著啊，三年你的相就像菩萨了，哪要化妆品啊？哪要浪费那么多钱
拿那些钱去做功德，去救济贫苦，多做好事，这个才对你的相貌身体真有帮助，真的化妆品。这悲劫啊，悲劫是这个意思。修波罗蜜等诸善万恒，极大功德了，故称大行。啊，这菩萨干的，我们要记住，要知道啊，向他们学习。啊，波罗蜜是说什么呢？就是讲的六度，修布施。啊，布施不求果报。这个布施是功德啊，千万不要以为说佛事门中啊，谁以得万报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佛事门中种福是最大的福报，可是你心里有求来的，所得的是福报，不是功德。如果你什么都不求，你修布施，这是功德。功德比福德不知道大多少倍呀！诸位一定要知道啊，福德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功德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什么样的福报都不能跟功德相比，功德了生死成佛道，那福德不过像人天福报而已，人天福报之极就是帝王啊，人间的帝王，天上的天王，你愿意去干这个？做天王做人王的时候不错啊，自己觉得很快乐啊，可是在那个位置上造业最容易啊，开国的帝王，亡国的帝王，他们到哪里去了？几乎全在地狱啊。开国的帝王造地狱业，是吧？战争啊，杀人啊，啊，用武力统一这个国家，杀多少人？这叫地狱业。亡国的帝王。荒淫无道，虐待百姓啊，只顾自己享受，不顾人民死活，也是造地狱这个事情干不得的呀。啊，当中那些帝王享祖宗的余福，如果没有大善大恶，福报享完了，啊，他到人间，啊，很多都出生到不至于堕地。这些业因果报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要常常提醒自己，眼光要看远。啊，古大德常说，
聪明人有前后眼了，先什么看过去历史的教训，后眼什么看未来，由六道轮回，不但恶业不能造啊，这个业是什么？口业、身业，这个不能造，念头都不能起，念头是意业，不善的念头不能起啊，有些时候我们起的是善念，没有智慧，自以为是善啊，但是这个善会变成恶，我们没有预想到，那怎么样？无意当中造了恶业，恶业要是很大很严重啊，受害的人很多，受害的时间很长，依旧造了地狱。那么由此可知，智慧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啊！人不能不求，不求智慧啊！智慧在哪里求？智慧是从清净心里头求，真的。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心不清净不平等，想出许多好主意，常常这些好的东西变质了，变成坏的东西了，啊，变成害人的东西啊，诸位想想，发明原子弹的人，制造原子弹的人，原来是好心啊。确实，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没有原子弹，没有原子弹也结束，不过迟几天而已。那原子弹提早了几天。啊，日本在那个时候民穷财尽，已经没有能力了。啊，两颗原子弹立刻宣布投降。如果没有两颗原子弹，大概会延长顶多一年，他就要宣布投降，他没有办法了。但是原子弹带给世间人的灾难多大？他们没想到啊，全世界的人心惶惶不安，就怕发生核武战争啊，让人们的心里有这么大的威胁。发明的人、制造的人，他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什么果报？地狱果报啊！你让那么多的人身心不安稳，啊，他怀着恐怖，不能像以前那种人生活在这社会上，心地清净，没有忧患了。这个东西纵然不打仗啊，那么多原子弹摆在那里，每个人都晓得。一颗原子弹毁灭一个城市，啊，科学家透露的信息，全球每个国家制造的这些核武，可以毁灭地球100次，啊，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为什么干这个东西？
发明这些东西，如果是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他绝对不干这个事情。啊，中国传统教育呢，叫你起心动念，要多想想，对人类带来多大的祸福，对后世产生多大的影响，他要从这上去考量，这上一想啊，就不敢做了。啊，中国人，现在外国人对中国人看法不一样。我1982年第一次到美国，纽约，沈家珍邀请我，啊，讲普贤行愿品，时间不长，只讲一个星期，啊，老居士请我吃饭，在座上不少美国人。他的一些好朋友，就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来问我，他说过去欧洲人、欧美的人把中国人呢低估了，认为中国是野蛮人，没有文化，没看在眼。就是现在欧美人对中国人看法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知道啊，全世界一个一个的来比较，中国人第一，中国人有智慧，一个一个比中国人第一了，两个两个比呢，犹太人第一，三个三个比呢，日本人第一。这意思是什么？中国人不团结。幕后问我一句话，为什么中国人不团结？啊，我听到他问我这话，我就对他笑笑，是上帝安排的。他没想到我回答这一句话，上帝安排的。啊，他就愣住了，怎么是上帝安排的呢？我说中国人团结，你还有饭吃吗？这大家哄哄一笑就了之了。啊，中国人这么聪明又团结了，你还有饭吃吗？那这世界不是中国人独霸了吗？不是上帝安排。啊，确实，在全世界这个族群最团结的是日本人。啊，日本人在美国，家里面用的东西全是日本造的，他不会买别人东西。啊，这他爱国家。啊，日本人一定进日本的商店，日本的百货公司。啊，这什么造成的？教育啊！日本人真爱国，对天皇真服从啊，没话说，保护天皇当作神啊！啊，这个我们对他很了解。啊，这些话提醒我们，中国人应当团结啊，外国人佩服中国人，但是瞧不起你，你不能团结，自私自利。啊，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团结的。
啊，不团结也不过100多年吧，顶多150年。啊，为什么搞成这样的？跟外国人学的。个人主义。怎么知道中国人团结？诸位读历史，知道中国人的家，你就晓得了团结了。团结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上找不到，从外国翻来的。为什么？五伦就是团结。还没出生下来就团结，还用得着讲团结吗？用不着了，不团结的人才讲团结，已经团结的人还讲什么团结呢？中国团结在一起5000多年了。啊，那个家要不团结还得了吗？家没有规矩的了，那就家破人亡。不团结就家破人亡，团结你的家就兴旺。啊，中国人团结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全世界找不到的呀。啊，所以这个国家5000年来长治久安。永远是大团结啊！欧洲罗马帝国存在1000年，亡国之后再不能够团结了，再不能够复兴了啊！那么中国从汉朝统一之后，一直到今天都保持统一。统一就是团结这历史摆在面前大家都看到的怎么能说中国人不团结呢啊，那么中国人今天确实疏忽了啊，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疏忽了，道德疏忽了，因果不懂了，啊，只求自私自利，只求个人的欲望，没有想到别人。啊，中国古人不是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何一桩事情，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啊，他头一个就想到他的家人。中国过去的家人数至少都是200人以上，大家庭。啊，普通家庭大概300人左右，普通的人丁兴旺的600-700人。啊，人丁最兴旺曾经超过1000多人。啊，皇帝知道了，送个匾给他，天下第一家，人丁兴旺。啊，那我们学佛，佛是个大家庭。啊，所以《地藏经》上说，讲这个偷盗的罪，佛说了，造什么样的罪业，佛都有办法救你；盗三宝物，佛不能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佛教是一家人，只要你学了佛。
变法界虚空界，无论哪一个佛国度的众生学了佛，都是一家人。不分族群，不分信仰，啊，佛是教育，佛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在世，佛门有很多的弟子，是虔诚的宗教徒。啊，宗教归宗教，学佛归学佛，不冲突。啊，《地藏经》大家常读，婆罗门女那就是婆罗门教的，他不是佛教，他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是释迦牟尼佛弟子。是婆罗门教的信徒，没有改变宗教。啊，为什么？因为佛不是宗教，佛是教育。啊，佛不会要求你改变宗教，你自己也认为没有改变的必要。啊，就像学生，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老师跟父母不冲突，啊，佛是老师，宗教的神是你的父母，没冲突啊。啊，佛教不但跟任何宗教不冲突，跟任何族群不冲突。跟任何制度不冲突。为什么学佛头一个条件就要把边界放下？边界是两边对立，首先要放下的。第一个放下身见，第二个放下边界。边界就是决定没有对立。真正学佛人在这个宇宙之间没有对立。啊，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为什么？不对立是一体，这是佛法中心的一个理念呢，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啊，贤首过世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讲得清楚啊。过去我们修过两遍，啊，这一篇论文一共分成六段。第一段讲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法从哪来的？啊，这个本体是自性清净圆明体，我从这来的，你也从这来的，他也从这来的，宇宙从这来的，万事万物全从这来的，一体。啊，一体的核心就是亲爱啊。中国人讲父子有亲呢、啊。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这是核心的。那学佛就是学这个东西，所以佛法不离自性。啊，宇宙从哪里？从一体，起而用。啊，怎么起来的？一念不绝。这一体里头产生变化了，一体里头什么都没有，一念不绝呢，它产生幻觉，这叫无明，这叫阿赖耶。啊，从阿赖耶逐渐演变，越演变越复杂，宇宙
这么出现的。啊，中国古人有这个概念，没有佛经讲的这么详细。啊，你比如道家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啊，他讲的太极就是自心清净圆明体。啊，他讲的二仪，二仪是阴阳。啊，在佛法讲二用，一个是宇宙现象现前，一个是我现前了。啊，先有我，同时就发生宇宙。啊，这个现象就像原子分裂一样，越分裂越多。啊，变成整个宇宙的森罗万象。那么这些现象的关系，因为是一体，所以的关系非常密切。啊，贤首大师给我们讲三种周边来讲关系。我们起心动念，念头才起，周边法界，变法界虚空界全知道。我们念头才起。啊，这是心起作用。那身呢？身是物质，啊，物质细胞构成的，细胞原子构成的，原子啊是粒子构成的，啊，粒子现在讲夸克构成的，啊，夸克找到最后微中子，最小的物质。啊，最小的物质在分析的时候，物质现象没有了，出现了什么？出现是念头的波动现象。所以科学家明白了，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念头里产生的。啊，这跟佛法讲的一样，佛法说物质从哪来？物质从心生的，心就是念头。啊，所以大乘法总结一句，全体是心，全体是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个心就是心想，心想就是念头，宇宙之间一切法心想生啊，我们的心想纯净纯善就是极乐世界。啊，今天我们的地球会变成这样，我们地球上居民不善的，念头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造成这样情况，果报现前了，不是自然，没有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最美好的，啊，违背了自然，啊。纯净纯善就是自然，啊，极乐世界纯是自然，没有丝毫破坏。我们今天地球上居住的地方，人也好，通通不自然，啊，完全把自然破坏了，啊，对自然这个概念非常模糊。不清楚，对，造成今天的现象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学佛说实在话，回归自然，啊，回归自信，这个人就要成佛了。
啊，所以菩萨要修三归五戒十善，这是基础。啊，所谓的扎根教育，啊，这个东西有了，再修三合啊，这个六合六度，啊，六合六度啊，是菩萨行啊，再向上提升，普贤十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叫大行。啊，大菩萨所修的。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没有坚实的基础，大行是不会成就的。啊，他要有根基。弥陀四十八愿一定要有普贤十愿做基础，普贤十愿一定要有六波罗蜜做基础，六波罗蜜一定要有六合敬做基础，啊，六合敬呢一定要有三归五戒十善做基础，这才能修得成的。啊，三归五戒十善没有，全部都落空了，都是假的。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这个次第应当要遵守循序渐进啊，不能只看到大乘好看啊，你做不到啊，你能说不能行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下面反之反过来，声闻缘觉二乘之心，再称之为孝心。啊，孝心到哪里呢？给诸位说，孝心直到六合敬，三归五戒十善六合。他们的主要功课是十二因缘，是苦集灭道四圣谛。啊，他们没有六波罗蜜，没有普贤十愿，没有弥陀四十八愿。他没有这个啊，所以叫孝心啊，这是一般的说法。说此外呢，与天台宗指摩诃止观中的四种三昧为修大行啊，这天台讲说的。日本真宗教行行政中，真宗是密宗啊，这里面讲的这个教行行政中的行卷，它只是称念阿弥陀佛之名号为大行，这个有道理啊，这是真正懂得净土的。为什么呢？此名号啊，摄诸善法，具诸德本。
这是内行人讲的话。啊，是众生往生之心也。这就说明往生净土是大行，一群贤众生之口业这大行，念阿弥陀佛是大行。啊，礼拜阿弥陀佛是大行，心里面想阿弥陀佛是大行，所以称名属报恩之行也，则称呢报恩大行啊。说得好，啊，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注解，诚慈大行，能有生死之慈岸，到涅槃之彼岸，故名到彼岸呐。在我们末法时期，在现前这个环境之下，除了念佛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做到啊！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84000法门，现在只剩下这一门，能帮助我。啊，而且这一门呢，难信易信。善根普被，利钝全收，什么人都可以修。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是平等的，不可思议的法门啊。我们这生遇到了，一定要抓把握住，绝不能放松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这不是小事。因此大行，能度诸法之广远呐。这个大行只念佛啊，念佛确确实实啊，超越了84000法门，超越了无量法门。一切法门的境界比不上它的光源，光是广大啊，缘是影响，故名度无极啊。念佛法门号称度无极，这就是不是一般法门能够相比的啊。止息止者，停止之意，住止于地理不动也啊，息是休息。我们今天就要把心
住职于阿弥陀佛名号上不再动摇了，这就对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永恒。它是真实的，本经所说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利益，三种真实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其他的可以不必操心，可以不必牵挂，只要有阿弥陀佛，就像张家大师61年前教给我的，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佛菩萨照顾你，你什么都不要操心。我听了老师的话，无量的欢喜。啊，只要一心在大乘经教当中，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心修净土。啊，心心念念呢，在华严，华严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啊，跟李老师呢，老师把《楞严经》介绍给我。啊，所以我经教的基础是在《楞严》上建立的。啊，学经的时候，先后啊，《楞严》讲过7遍。啊，第一遍完全是依李老师所说的佛讲。啊，这是学经的规矩。啊，佛小咒完全要用老师所讲的，自己不能够随便加一句进去。啊，漏掉没有关系，不能再加。啊，要学老实，要听话，啊，真干，学这6个字。以后学多了，啊，看古人注解要看得很多，啊，可以触类旁通啊，啊，应机施教，那就不一样。啊，我们从楞严，从法华，从华严认识了净土。啊，我对净土产生信心，真正发心向学，得力于这三部大经。啊，没有这三部大经，真叫难信之法。啊，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动摇。啊，但是还有很多杂念。啊，看到这个世界太苦了，许多至死仁人想找治国的方法找不到，
啊，想找让这个世界再能恢复到两三百年前的安定和平，也找不到。啊，我们有缘在澳洲接受啊大学邀请，啊，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这就是我学佛夹杂的这些东西，啊，可是这些东西呢，现在也可以放下了，啊，为什么？我们找到群书之要了，找到过学之要了，啊，大家依照这个学就行了。啊，这两部书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啊，几千年的圣贤全部记录在其中，是大家最好的参考资料啊，我就退回本位了啊，所以一切活动呢，我也不要参加了。我每天搞我的本行，讲经教学啊，把这一部《无量寿经》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帮助大家建立信心啊，愿心，我们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啊，附带的这个事情啊，这两部书好啊。我想的没他周到啊，比我想的周到啊，比我想的圆满呢。啊，所以让年轻人让他们去做。我们今天要止要息，啊，要把心停止在阿弥陀佛名号上，停止在无量寿经上，啊，读诵的只有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其他的全都不要了。止观第三卷说，谢一者，住我觉观。妄念思想，即然休息。故习者，习诸妄念呐。这意思讲得好啊！我们念头皈依了，什么都不想了，啊，只想无量寿经，只想阿弥陀佛。啊，其他都不行，行吗？行。你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会妄语。啊，阿弥陀佛答应的话一定作数的。那有人想，灾难来的时候，我没得吃，没得穿，说阿弥陀佛替我准备好了，我不要准备，我要准备说他就不准备了，为什么？你自己会准备。不需要我帮忙，我什么都没预备，他非帮忙不可。啊，到那个时候没得吃的，他送来；没得穿的也送来。
这找靠山重要啊！啊，我别的靠山靠不住，阿弥陀佛是绝对可靠。啊，你得有这个信心，这难信之法了。你要真肯相信啊！啊，当年张家大师教我，我相信。经过60年，果然没错。60年来都是阿弥陀佛照顾。我自己有时候想打妄想，最后想想我的妄想错误了，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神。啊，一切还都是阿弥陀佛安排的。啊，不用操心。这些话都是真话了，我们要永远知悉妄念，知悉杂念，啊，心里都很单纯，就是一句佛号。那么此就观而得名，知悉故知悉就是知观，又知观三愿，31卷。法性即然悦知，即而常照悦观，这是自信的知观，这是如来果地上的知观。那换一句话说，知观不是从外来，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自信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即就是知，照就是观。啊，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是观，这是自信的观。观了怎么样呢？观了一切清楚明了是智慧，观了绝对没有受影响，没有受动摇，这就叫智，这就叫即。所以即跟观是同时的，即跟观不是两桩事情，一桩事情。啊，见见要不动心。啊，那么修止观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背后公司啊，外国人讲的墨，那个里头修止观真功夫，修光墨。你看产品日新月异，琳琅满目，看的什么呢？清楚智慧明了，不动心，没有一样东西想要。修定啊，那禅定啊，高级的禅定是这个修法的，不是闭了门面闭眼，那个没用啊。啊，境界一现前，心就乱了。啊，就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这修观，我们在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的53观，我叫他那关口啊，考验他的呀。53关他都通过啊，就用直观通过了。观什么？样样清楚，知如如不动啊。善财童子的根本法门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他就把心定在阿弥陀佛名号当中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53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他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跟人家有问有答，内心里头确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智。啊，定慧双修啊，五十三个阶级达到究竟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意思。我们从早到晚，张开眼睛，竖起耳朵，六根对六尘境界。啊，在修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外面境界寥寥分明，如如不动。一心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有时候还想经中的境界。经中境界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啊，也要用直观去修。看得清清楚楚的，如如不动。念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真修净土啊。下面这越讲越深了。啊，这也是止观三谛的说的。无明即明，不复流动啊，故名为止啊。朗然大净啊，呼之为观啊，这又更进一层了。明跟无明不二，明是觉，无明是迷。这意思是什么？迷觉不二。为什么是迷觉不二？迷的心是自性，觉的心也是自性，自性里头没有觉迷。这是什么？从体上看，它是一，不是二。入不二法门呐、啊，生死跟涅槃不二，生死之体是自性。涅槃的体也是自性啊，从性上看它是一，它不是二啊。所以空叫真空，有叫妙有啊。妙有是什么意思呢？非有而有，有即非有。那真空不空，不空就是真空。心入这个境界，真的叫一念不生的。圆满成就了。啊，又直观复行乐，这都天台讲的。中道即法界，法界即直观，直观不二，尽知明义。这是禅宗里头常讲的向上一种。
啊，什么是中道？一念不生是真正中道。有念就不是中道了。有念无念通通没有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中道。这么就是法界。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就在面前。我们迷了，不知道啊。啊，读这些经文，忽然把我们唤醒了。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法界就是智慧。啊，直观是一，不是二，叫直观不二了。净知明义，净是外头境界，是所知；智呢是能知，能知是智慧，所知是境界。啊，能知的智慧跟所知的境界融合成一体，这个我好懂啊。我们过去对这个模糊啊，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为什么呢？看到科学家把微中子一分析，原来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不就明知合一了吗？啊，能知是个波动的念头，啊，所知的是念头产生的物质现象。它确实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名当作自然讲，自自然然是一个。不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啊，统一的，不是，它本来的就是一个。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若人失得心，大地无寸土。啊，这两句话几十年来呀，我们真懂吗？没懂啊。啊，现在看到科学家这个报告，懂了，才知道古人总结了一句话。啊，在佛法里面，他不讲物质，他讲色，色法，啊，色就是物质现象，把整个宇宙总结为两个现象，一个物质，一个念头，念头是精神现象，啊，现在科学也是这么分的，分作物质、物理、心理，啊，这个净知明义就是心理跟物理，它是一个，它本来就是一个，不能分的。啊，你分就错了。啊，你分了你就违背自然现象，违背真理。啊，不能分的，它确实是一个。啊，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啊，电子多大我们看不见。啊，电子是原子里面的一部分。啊，原子这些分析，啊，看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
啊，那我们晓得，佛这个科学讲的原子，应该是佛经上所讲的微尘。啊，阿罗汉能看见，再分呢，阿罗汉看不见。啊，那么从原子再分析，啊，科学家称为粒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再分析称为夸克，夸克也有几十种，这些东西，佛用一个名词取代了，叫色聚即慧。这个名词很有意思，色是物质现象，啊，很微小的这些物质现象聚集在一起，叫色聚即慧。啊，最小的那一个呢，叫即微之微。啊，那就是现在科学发现的微中子。啊，佛说了，这个不能分了，分了就没有了。那现在科学家把这个分了，分了真的没有了。啊，所以德国、普朗克、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就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被他搞清楚了。根据他研究的结论，他说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啊，它是意念波动产生的幻象。啊，那真叫无尽无数的幻象纠缠在一起，看到好像哎有这个物质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一生在科学里的最大的贡献呢，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啊，说出这个地球上400多年科学最大的一个误会，就是二分法。啊，把所有的现象分作物理跟心理这两样东西，错了，不能分，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科学家根据这个理论，啊，也观察到了这科学的实验，提出以心控物，啊，意念决定可以控制物质，有这个能力。啊，那么大家头一回想到了，我身体是物质现象啊，心念头可以控制物质，那好办呢，我这身体有什么毛病的话，我自己可以改变的。啊，科学得出这个结论，真的，意念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啊，懂得这个方法，也不必去搞美容了，也不必搞什么健身了，只要有健康的意念，就有健康的身体，就有健康的美颜。啊，纯净纯善，所以佛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啊，身体自摸真心色身，永远不坏呀、啊，那是什么念头造成的。
纯净纯善。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这美好，诸佛刹土当中这第一，没有超过他的。为什么？那边人念头就纯净纯善，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啊，中国人所说的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极乐世界是佛地，往生极乐世界是最大的福报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啊，有福的人去福地，他怎么修的？念阿弥陀佛修的，念阿弥陀佛是最大的福报。啊，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你真把这部经看懂了，搞清楚了，你就相信。啊，事出事法里头最大的福报，念佛。啊，最大的智慧也是念佛。念佛确实福慧双修啊。我们不可以把这一句佛号中断了，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啊，我每一分每秒都是念阿弥陀佛。累积佛慧，这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啊，今天讲条件啊，这是我往生的条件，要拼命念佛啊，极尽。前面讲到诸根寂静，无生无灭者，涅槃之真理，本来无生灭。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啊，开悟见性的时候，他说出五句话，这个五句话就是他听讲《金刚经》开悟的报告。第二句是“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自信不生不灭。本来不生不灭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啊，本来清净，本来不染。所以我们一切的染污，并没有染污到真心，染污着妄心，阿赖耶是妄心。阿赖耶是妄心的影子，影子有染污，真心没染污。就好像我们看电影的屏幕、荧幕一样，荧幕是真心，荧幕上显出的画面是假的。画面有染尽，荧幕丝毫不染。啊，我们要回归到荧幕，要放下画面，这就对了。啊，一定要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的，
啊，这都是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境界。由浅而深，逐渐向上提升，啊，达到究竟圆满。净宗用的方法就一个，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开，这叫方便法门。方便当中的方便，啊，其他法门还不断的要调整，唯独净宗没有调整，就一句佛号。初发心的时候念他，到等觉菩萨还是念他，永远不变的。啊，如果说是有变化的，我们初学凡夫念他，不知道的意思。等觉菩萨念他，字字句句无量意，啊，这个无量意就是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佛法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所以这句佛号念不厌，越念越欢喜，为什么？它里头有无量意在里头，啊，无量意带给你无量的法喜，啊，无量的欣慰，无量的欢喜。啊，这个无生无灭涅槃的真谛本来无生命，人王经曰：“一切法性真实空。”啊，一切法，事处世间都包括在其中。啊，六道十法界一样都不漏。这一切法，它的性呢，真实空。空要加个真实空，不是我们一般对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我们一般把这个空认为空什么都没有，它这个是空，但是它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啊？为什么说它空？什么都有啊？他没有形象，真妙啊！啊，慧能大师五句话了：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自具足，什么都有，但是怎么样？它是空寂的，这叫真空。啊，第四句本无动摇，第五句能生万物万法，它什么都没有，它能生万法。我们今天最好的就是用电视的平面啊，屏幕，电脑的屏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啊，可是你按下频道它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就是本自具足啊，没有语言的时候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它空，为什么？它能现万法，它有缘它就能现，能现
十宝图，清净的法界，能现十法界，能现六道，啊，六道跟十法界。这是现象啊，这是染污的现象啊。啊，染净宝儿。啊，染净宝儿从哪里样呢？从体相用上来说。啊，三无差别。大乘教里讲这个讲的很多，不好懂啊。理太深了，事呢太妙了，太微妙了，啊，真正是不可思议。啊，《人王经》上讲的，一切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圆觉经上说，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是故说明啊，轮转生死。啊，这些经上都说的是这桩事情。下面一句清凉云：若闻无生，便知一切。诸法悉皆空寂，无生无灭。这个里头，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一都不二。啊，这是华严境界。啊，我们听到不生，就知道不灭，就知道一切法。通通是这个现象，没有例外的。啊，不生不灭，这是真的。啊，生灭是什么？生灭是念头，念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经上讲的念头，我们一般人都误会了。啊，我们在菩萨出台前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才恍然大悟。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这讲我们凡夫心里起个念头，你是怀念一个人，还怀念一桩事，你动了个念头。佛说，这个念头有几念、几相、几时也。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佛教里头的心理学家。啊，为什么呢？法相唯识学就是佛教的心理学。啊，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32亿8000年，这是答复他。心有所念有几个念头，这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太短了，一弹指里头就32亿8000年，八千是十万的，32亿乘10万，320兆，
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我们能看到现象吗？能。啊，为什么呢？这一弹指，如果一秒钟，大概我可以弹4次，我相信有人比我弹得快的，应该可以弹5次。5次乘320，就1600兆啊，单位是兆啊。啊，那么一弹指算是1秒钟的1/5，1/5秒，1/5秒，320兆。会让你有个概念，但是概念毫无意义，就像闪电一光，一下就没有了。多长的时间呢？1/5秒。能看到一点东西，但是看不清楚。啊，我们要看清楚东西要看多久呢？至少得1秒钟，或者是30秒。啊，就是不是1分钟了，30秒钟能看清楚，有点现象。啊，就是1/2秒。啊，1秒钟那就没有问题了。看到这个现象的意义，啊，它就灭掉了。但实际上，刹那都太长了，时间太长了，这个念太短了。我们才真正明了佛经上常讲的一念，啊，一念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是160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这一念你里面怎么样呢？这一念你就有形，形就是物质现象，有实。是就是意念，那换一句话说，从这一句话里头我们才了解80。啊，80是在一念当中成就的，也就是一般大乘教里面讲的胡运是受想行识，弥勒菩萨把物质现象用色来代表，受想行他用念来做代表，受想行是属于念，那个识呢是阿赖耶识。莫那识，第六意识，识是分别。啊，第六是分别。莫那是执着，阿赖耶是记忆。就在1600兆分之1秒里头。完整的五蕴通通具足，80通通具足，80就是五蕴，五蕴就是80，不可思议。所以过去我们学经教对这个问题始终是模糊，搞不清楚，搞不明白。那到今天
看到最近量子力学家研究报告，我们才搞清楚了，才搞明白了。佛经上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现代最近30年的科学家把它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很得了吗？那佛是怎么知道的？佛没有用科学方法，没有用这些仪器，也没有用数学去计算，佛是用禅定的功夫。什么样的禅定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大乘教里常讲八地以上啊，八地菩萨向上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是八地以上，最高的是妙觉，那是佛了，不是菩萨了啊，总共52个阶级，最高的5个位次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看到了，晓得怎么回事情呢？啊，什么回事情呢？万法皆空，所以大般若经是佛门最大的部经典，600卷啊，我看过一遍，做了一个总结，我的总结12个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开讲这个法门，学生在听众已经有20年的基础，佛才讲啊，大家听了才能接受啊，才不会惊讶了。初学不能说，说着说他就跑掉，听着吓走了，不能接受啊！所以佛说这个法门，前面有12年阿含，8年方等，才讲般若。给你讲宇宙人生真相，那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诸法实相啊！可是，设法界的众生迷在假象里头，在那个里头起惑造业受报，这些众生怎么办？佛跟佛菩萨一体，佛菩萨决定要帮助这些人离苦。众生有感，他们就来应。感应所现的这个境界相是非常非常复杂，不能不知道。众生有感，是起心动念；菩萨来应，不起心不动念，两回事情。都必须要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